王一博到底是不是恋爱脑？今天的热搜说他是个恋爱脑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贴切。准确的来说，他应该是恋战脑才对吧？他可以把单采变成双人采访。然后战哥送了我一个头盔，就哇超开心。把你形容是夏日限定少年，你怎么看这个形容？里面都还挺少年的，战哥也特别少年。过了那个年纪，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不会啊，战哥现在不是也挺少年的吗？那怎么变少年感？就是战哥这样子，我满脑子都是战哥，你别问我了。我真的是服了这段采访了，所有问题问的都是他，他的回答全部都是他战哥。在天津见面会上，那么多问题，他所有的答案也只有两个字：肖战。也是从他口中，我们知道了原来肖战还是个地名。在肖战跟战哥在，不是在横店跟战哥在南京。对，这道题明明是问他的，他却让肖老师选。你选马桶？哇，真的？我真的会选马桶。颜色是不是有要求？没有，看肖老师喜好，送什么我都喜欢，都接受，换线也行。是你们不懂。